中产是，所以那家先铺之后再往外扩展。那么往外扩展的时候，还是会有一些角度上的问题，那是放进去会比较平顺。调整就比较少，我是放在调整。好，多干单，多干单，不干单，不干单，玩玩快乐是轻松好的。虽然是轻松的工作，但是有专业，还要学习。县长是不是说还要再呼吁那个屏东县民，也希望他们也来帮忙？哦，对，嗯，我后面那个厂后面，乐趣，价值无穷。机会，还大多家里面的大小，快乐，甚至为在大地，爱惜大地。过去我们做了太多的面子所以阻碍了顺从，后面的水只会感受更多的是啊，成就的话，所以像这样子。非常爱惜地的，把它光环在上面飘洒，值得大家学习。市长，那到一下去抽钱，工程进度啊，进度来讲一下。进度超前，超前，但是实在可能会慢。对吧？没办法，是吧？实际的想法是说，这些小苗让部落人自己栽植，栽它。加完有前后，他是在到那边再留他，到后面再，他在离他外两米，已经乘凉好地方，他就会有他的心放在那个地方，那就是家乡。再请教一下，就是爸爸重建工程啊，这样一路走过来，你们现在心里面的感想，因为爸爸他的家庭。持续有方向，在逐步在比，幸好有很多的 NGO 中央政府的力量，旗下把这些面团推出去，上街去嘛，人民讲也可以啊。说比说的自然，啊，将身体恢复到这自然的身体，过去身体是破坏的，我们现在人不是是不健康，而是修复机能回到自然状态。县长，对于石基盖的房子，提供什么样？要不要打个分数？我石基盖的房子就是 H 钢嘞，那个 H 钢就是贵的嘞。要记住有空到楼上，讲信息，讲账本，就可以知道是这样的房子。大家放心，台湾会在多灾多难当中，实际有很多经验，说石基盖的房子，每一个。设计就是经过很多智慧的累积，专业的积累，所以就是有很多用。所以在想盖房之后，以及大地震，一些水，结果这个路面或者环境有积水，所以真的很重要。这个大家都放下，放下是最好的。因为我们当麦克逊是民意代表，啊，这样的我拿控制好，控制好的看不完看不完，他都看不完，不用说，可以说，蟑螂就来了，连老鼠都来了，那以后呢，快十年后又会一波，再搞个共狗，再来回复这个自然就好多了，结果又回头，结果是浪费很多钱。所以我们尽早让很多的乡民代表、村民长还是乡长，应当来协助进步的工作。这个下大雨之后，它很快就会受用。所以你如果可以把它用水波集水的方式，因为它只要容纳的那种暴雨量，可能一点的暴雨量它都没办法宣泄，何况现在下雨。